我是玄米，我在做饭呢，就是等会我老公他就回来了嘛，然后我做点好吃，等他回来吃。我做了一锅米饭，然后我怕我公婆他不吃米饭嘛，然后我给他们做了面汤，看面汤就是这样的。啊，等会我做好了给你们看看我做了什么菜啊。饭我做好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就做了四个菜而已，春卷。鸡蛋蒸肉，糖醋排骨，还有炒个白菜，爸，你和妈妈先吃饭吧，我等他回来，他大概9:30-10:00才回来，你们和宝宝先吃饭，我等他。我等他回来再跟他一起吃。我让他们先吃饭，然后我等我老公回来，我等他回来，我跟他一起吃。我老公刚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他说我说等他回来吃饭嘛，然后他说他在飞机上有吃过了，然后让我现吃。那我就现吃点，然后等他回来我们一起吃，就当宵夜嘛，是吧？看我家两个孩子在玩积木。诺诺是不是等爸爸回来呀？啊，是的。哎呦，爸爸等会就到家了啊。诺诺先睡觉好不好呀？啊，我们不玩了，我们先睡觉吧，明天还要上学呢，好不好？嗯，哲哲，什么小？哲哲，对。哎呀，咦，好厉害呀！哦，又倒啦！不要抢哥哥的乖乖，放给哥哥，还给哥哥呢，还给哥哥。嗯，还给哥哥。对了，真听话。嗯，诺诺太厉害了啊！啊，给哥哥，给哥哥。我听到敲门的声音，我听到敲门的声音。我老公回来了，我老公回来了。你喊谁呀，诺诺？那谁？老公。哦，爸爸回来了，嗨嗨嗨！嗨，这是我老公。衣服了，不能在外面，会感冒的。进来，太冷了。啊，冷不冷啊？累不累啊？啊！你干嘛？饿不饿呀？不饿，等下吃。啊，我这饭给你吃啊。嗯，你跟宝宝玩啊。爸妈呢？父母呢？父母都睡觉了，早就睡了，现在都10:30了，他们吃晚饭都睡了。看看看，爸爸回来，激动了，哎呦呦，哎呦呦呦呦，啊！亲一个，弄了。亲啊！你会不会亲啊？哎呀，我们晚上就四个人呢，睡这张床了。姐姐啊，哪个姐姐啊？妈妈姐姐。爸爸。还有呢？还有谁？爸爸。
还有妈妈是吧？你吃吧，刚才我吃过，现在不行，咱又不饿了。你吃吧，春卷好久了，你没有吃春卷，我先给他们睡觉啊。你吃啊，不管了，我要给他睡觉了。那个冷了，好。现在太晚了，都十点半了。啊，孩子看到爸爸吃饭，然后说我也想吃饭，是不是啊，哥哥？是啊，吃饭好吧？红色。嗯，红色。教教我就行了，不能再教狗狗是吧？就是。